凉的，所以啦。小蛋无手通通摕物件食，因为手会乌垃圾。哎，这个，这是个大的咖啡。最好不用，对不对？嗯。是说这是外科。哈哈哈。这话是。对啊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是我就这张。这张给你摸啊。我卡。啊没有，有空没啊？这是什么？变色。变色龙啊！啊没有，你哪还坐其他？无啊，是今年啊，那有做点其他。树藤啊，那是、哦、那是另外种两下啦。对、欸、啊，这个你们都画文采，啊，那个同学怎么坐在那里？人家老师在画，又跑来这边。是你没来是我啊，是你没来，是你，我怎么我是来这里？上个礼拜怎么没看到我？我不是 C 班的，我是。就是可以说这个。上个礼拜。好。上个礼拜我没有。上礼拜三的。有哎，哎，我是来这里游览而已，还要穿裙子的。对了，是哪件事？啊？你这件事了？对。对啊。算近的啦，中心桥那一边。中心桥，对啊，中心桥算近的。啊，算近的。阿姨，你住哪里？啊。你也住哪里？集中。啊、好远。那个、桃园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每天通勤。说我你啊。啊。好累哦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很累。他说好累啊，我说你帮我。但也不一定要读师大附中啊。问题，我的邮局就在师大附中的旁边，我们也可以载他去上班上课，啊，就把他载回来，不是很好吗？对。不给他太多压力，就离你远一点。这个想法也不错。对呀、啊，你哦，你是这样的小孩吗？是啊，我看你很乖哎、欸。我就是跳超远的、啊。啊、哦，真的、哦，你是故意？你妈妈很好啊。没有，我是故意跳到台北来读书的。为什么？没有，就想自己一个人上来读。你下车吗？来。我高中就自己一个人上来台北读书的、啊。对啊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他国中也变成你，国中变哪里？新营。新营啊。哎、欸，好几站哎、欸，很远呢、欸，不是高速公路好不好？我觉得很远呢、欸，很远的、啊，没有啦。高速公路就算台北到啊，出错了，台南市到新营中间还有新营、啊，还有新市，叫得到，还有马都叫得到。新营吗、啊？我在新营读书啊。新营啊，对啊，在新营当兵，真的哦。新营那里有那个当兵的，有啊。我以前国中就要坐半个小时的火车，对呀、啊，再骑二十几分、三十分钟的脚踏车到学校，而且他常常迟到，没有啦，还睡过头，睡过头是有，然后就走那个什么夜台，没有啦，就再坐回来而已啊。不是，我不是说睡过头，是你有搭上火车的？哦，没有，很少没搭上，有时候有睡过头。是睡过头，知道。我们有一次，我们四个一起去读书，有一次四个同时睡过去，没有一个人起来哦。但是一个起来看三个还在睡，再继续睡。没有，通常我们都会有一个不睡觉。到最后啊，好好笑。
早上先睡饱了。哈哈。读书真的像这样子。读书还蛮好玩，现在想起来是很好玩。过程那就不好玩。对啊，过程不是很好玩。对，以前他们被老师骂，他过一阵子回想老师骂的话，就很好笑啊。对啊，就很好笑。啊，还很好笑，录音回来给我听，还很认真的。他们现在还有录音，我们以前是没有录音的。他们老师也知道你们录音，有没有抱歉？啊，用走的啊，哦，芙蓉，贡寮，贡寮啊，贡寮在平民呐。但是卖寮了，对，卖寮了，打不上来都这样。凤寮，台湾的，他凤寮的。宜兰的，在宜兰吗？真的。在台北县，新北市哦。新北市。啊，你好，是新北市的。你看。哈哈。那时候正好就是我有就是那个出口了，然后来我们发电。嗯。好了，我下雨天需要下雨。对呀。在不在？公差了，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子啊。结果公差还要给你赚。我从小从国小一年级到国二的时候，那第一次考算术，那你打是什么？谁要陪你跟闺蜜走？我都打死的。然后结果哈，你有过劳吗？爸爸是哪里的？那个彰化县。他们都没有那个，我们叫书包不是那种书包，是真的。净重五十公斤。对，老师，你有穿过吗？啊，我老要打了。我们已经算是幸福的一代了。现在想起来真的很也蛮好玩的。暗面的地方吼，就是由紫原来的颜色叫，其他就开始画亮色，啊，就是利用紫的颜色来做的。你回来呀？你来干嘛？来看一下，很久没来了。很久没来了。这个，他是哪一号的？哈哈哈哈哈！我以为你跟王老师走了。为了给雨衣出现过一次，再也没有出现过，很忙哦。哎，你是长完了吗？长完就开啊。好，今天我就开始了。哦，那表示订单接很多。生意很好。对啊。恭喜恭喜。可不是我签。初七一定要报啊！初七不报啊，就不要报了。都不要报，就不要上。老师，你就偷懒哦。我刚被七二上课。
你可以等一下我去加班了，等一下我去加班了。啊，不会吧？你做什么？你做什么？啊？机构。滑雪机构。买滑雪给他买就比较便宜哦。他应该有免费的吧？你应该有免费的吧？你们不是车子都测试免费吗？哦，对对对对。哎，可是现在滑雪，对啊，现在不是都在做数位屏那种的吗？哦，对啊。滑雪还有很多人做。还有，因为我们公司是在。光屏啊，光屏啊，光屏啊，是做一些事情真的是抽空的时候，因为有时候就是想要抽空的时候，老师，你怎么是有一个是也要的？有一个我可以不要删。